姓啊，藤木好像我没经过过啊。姓此。藤木这啊。对对。啊，您上一世的丈夫叫什么名字？上世丈夫叫，上世丈夫是姓此。叫史什么？哎，叫史丁，哎，没事。什么？我现在都忘记了，那我们家里。有点忘记了哈。都忘记了。啊，是是是。啊，有点忘记了。嗯，下那你下时候还可以讲现在的。哦。下时候讲的，他不是现在讲的。哦，这个感情好吗？两人。啊。感情好吗？现在我没有啊，我都是个女的，没有。就现在我们的房子面对我都。不是，我说上一世的跟、啊、跟你老公上一世的感情好，感情很好，感情很好。然后呢？可惜就是去世的了哈。他真的是卧槽啊！他我这个上一世那个的老伴真的是卧槽，是饿死的，真的是饿死，没什么东西，有几个女孩都那时候就光棍，还有谁有米啊？生产队呢？是饿死的哈、啊感情很好。然后呢，就是那大家这个村民呢，对你上一世的这个人品了各方面评价的都很好。现在我那个以前的老屋脊都人家都不敢站，都还在那里。啊，老屋还在啊。屋脊那个屋脊，房子没有了，但是那块地还在呢。那个地在，没人去占。都没人占。啊，觉得人们人品比较好，所以大家不忍心去占人家的，相当于。这种技术，其实这种技术不敢占的。有人，我们山东有句话，就是这种所谓的没有儿子的财产吧，就是站在那儿没有一个人敢动。啊、哦，对。因为你贪这种便宜，贪了这种便宜以后，你可能就是上一辈，上一辈我那个房子啊，都是我那个无锡的，都是还是他的，还放在那里，没有人动啊，没有人去占的啊，就是人品评价很好。就是也没有偷抢了，不是不孝了、哦，那些事情都没有。那就是都是很本分的人了。很本分，大家评价都是很好的哈。对，很本分哈。嗯，啊，那可能就是做人本分，然后你吃了很多苦。和阎王爷，那这个阎王爷判断的话，他要翻一翻吗？还是旁边有人协助他？他也是不知道帮你翻，他这个轮番这个东西，阎王爷他是有能力看。你是他，你头，你的你就是你，逻辑那时候，他已经知道了，那你的他带你到哪个位置，哪个位置？哦，分你累的跟那种像，就翻累的，分累的，已经翻累的。还有人是怪你外面就是什么人都有这样子。啊，什么人都有。那这个就是你当时去世以后在阴间有没有？碰见其他的鬼呀、啊，其他的鬼魂，鬼魂、那个、认识的鬼魂，认得鬼魂啊，没碰见，但是路上有很多。啊、你看到路，你到那个快过奈何桥那些，过奈何桥的时候就很多了，就聚到那个阎王殿。鬼魂在那里，有些人就已经说明没有，走不动的也有，走不动的，缺腿少胳膊的都有。走不过，还有些人就拿了。抬着走的也有啊，不会走了。抬着走的也有啊。是这个抬着走的话，是不是在，比如说这个杨氏啊，活着的时候车祸死了，比如说撞断腿了，然后呢，到了阴间就不会走了吗？他是这样的，他是可能是有些人被，有些人快投胎，有些人被死了，或者套死了。靠死的那老一死的都是这样，那些人就不会走了。他都肯定都有，那时候都还不动，都是躺在那里，都是男的抬头。哦，在监狱里面困死的是吧？就是坐牢死的。过度消耗过度，然后死了以后呢，那灵魂还动不了。那然后呢，就是。阎王呢，就是转同意你去转世做人，那大部分人是没有这个荣耀的，大部分人都要去做
做，他是这样的，他引你去，他很多人，他很多是这样的，他引你，他引你一年，他又另外拿一碗汤，哦，他另外又给你免费，你是可以走，肯定。他又再喝一碗吗？当然再喝一碗。不是这个前面，他喝就前面过桥之前喝了一碗的。啊、哦，他当时你要他放你，等你放你出去之后，等你吃，你到你放你。阎王放你走的时候，让你出再再喝一碗。不是哥哥喝，啊？他不是哥哥给你喝，不是没跟你喝，没喝过，我喝过了，你喝了？啊，他喝过的是跟你那。是清汤吗？是清汤。他是清，这都是清汤。哦，阎王剑。在上面有点。喝下的话又喝了一个清汤。上面有点那个那什么，很小那种树叶子。啊？有什么？很小那种树叶子。有什么？像花叶子一样的。啊，有花叶这个吧？这个弯就是有花叶是吧？像那个当艾树叶，艾是这样，有花叶啊。啊，对，有花叶。又行了，最后呢，又喝了一碗清汤。那你要你喝那碗，你要是你喝那没喝那碗，你基本上你都记不了。跟我讲，可能这点我想你想就是人家阎王爷是故意让你记住。啊，他这方上面的很多也很讲的那个。哦。水是真水，但是上面的。就是你怀疑这个你能记住前世是人家故意让你记住的、不是说你有什么特殊的能力，是故意的，因为你过了阎王殿又喝了一汤，又喝了自己玩的，你又就记住了、前面的孟婆呢，来一个人喝一碗，来一个人喝吧，不管是人都要喝的、都要喝一碗，但是呢就是前面是每个人都要喝、但是呢在阎王殿翻派的时候呢、个别人让他又喝了一碗清汤，他拿着碗清汤给你喝，他上面起了很多。是阎王亲自还是阎王的手下让你喝的？他是手下。手下让他拿那个拿那大一杯的，上面跑调起那个像那个喂鱼那个什么小的那种，不知道什么那种。哦，一个大缸，一个大缸给你搞一小碗吗？一个大缸给你搞一小碗吗？这么大一个小碗哈、然后从缸里很多人不喝，很多人是不给的啊，他不敢喝，大部分不给。那你给的，要你喝他就不要喝，不喝了啊。那有没有说喝了这个汤会有什么效果？没说那汤就是全不讲，他不讲的啊，就你喝就喝，不喝就不喝。好，那这个就是说，你已经被阎王呢打发去转投胎做人了。当时你知道吗？你知道你要去做人吗？当时那时候知道啊。他说的。他喝那个东西，他就不是、喝那碗。你看，经过阎王殿的时候，阎王殿让一部分人去做奈何桥。不是做那个独木桥，一部分人呢让他这个去转猪骨羊了。一部分人转人了，他是现场就告诉你了吗？他现场不告诉你，他就是你，他你喝完最后那个一碗那个上面有那个像什么？不是，我问的不是这个问题，就是你是先喝了，喝那个汤过来好长的汤吧？喝最后一口汤，最后一次汤之前，他不是阎王安排一部分人转狗转了？那个他不讲的，他不讲，你说你去吧。就只是说去吧，他不讲理，他有时不准你投胎，那个投你换过啊，对对，不让你投胎的就转那个、去拉到那个独木桥了。但是呢，让你投胎的，他有没有明确的说、你去转狗，你去转猪，你去转人，这个有没有明确？他这个不明确，那个说的怎么说的？那个他不说，只是说走吧，反正都在里面，很多人什么人都有在那里。不是，那个阎王怎么说嘛？轮到你就说走吧，还是？他不是问你说你还想待多久啊？这阎王问。他是。然后你说我不想待了。嗯。然后有人就一推出去了。对。你喝完那问你喝那碗汤，你不，你愿意不敢喝，你要你不敢喝就。你敢喝，你喝了。我就把那碗汤喝了，喝掉就。好。走了，你可以走了就。走好，你说往哪走了你？他说你可以走了，投胎去了，对。一推。推就投胎了。那你说选择您的女儿投胎？其实您当时投胎的时候，投胎之前并没有这个想法。投胎之前就是很念观音的，很喜欢他，很观音的，很投的，那就是有
没有发这个愿望，就说快要咽气的时候，你快要咽气的时候呢，你有没有发一个愿望，就是我要投到我这个三女儿的，有这个有愿望有。啊，已经发了愿望了，发了愿望，对，发了。那这个就可能是，人就是有些人是有权利投胎投到哪儿去的，你得符合一定的条件，不是说随心所欲。前面有这个愿望，然后呢，你没有罪，有罪的就直接，转狗转猫已经是优待了，还有更严重的，就拉到阴山后面去受罪了。那他因为这个，他就没有看到，因为他是没有注意的，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这些问题。那我问一个问题啊，那就是您上一世啊，吴先生是吃素的还是吃肉的？我上辈，我这是基本上都吃素的，没肉很少素，一年到头时间的，实的没相识没有，那时候相识就是小吃也没。吃是吧？相都没吃，但是一辈子基本上是吃素的，基本上吃素的。